至於有大批義務醫護和記者離開理大的時候被警方截查甚至被捕，警方說是因為懷疑有示威者混了進去。话截查的51人之中，有12个人自称医护但无相关资格，有3个人自称记者但无法出示记者证。任何进入或者逗留在理工大学范围里面并且协助暴徒的人呢，均有可能被视为参与暴动。而我们都收到很确切的情报呢，知道有些暴徒呢是以换装变身穿着反光衣饰去冒認記者或者是義務的急救人員，直至希望逃避拘捕、逃避刑責。因此我們目前是會先拘捕所有身份有可疑的人，並會進行深入的調查。有一些專業的記者，我們都將他們放行了。但是大家日後要對我們的身由呢，其實都可以在我講埋嘅，就是我們將會出版實體的啤梨周刊，或者月刊啦，月刊好啲，周刊做死啦，大佬。但係啤梨月刊咧，咁亦都係因為係出版嘅刊物，亦都要銷售嘅。咁希望大家支持咧。咁我哋未必印好多一兩千份咁。咁希望大家譬如話唔好吝惜嗰10蚊、20蚊，我唔知啊，因為未必有廣告咁嗰啲咧。係啊。咁大家支持下，希望我哋可以用一個即係佢哋認為嘅媒體，我認為我哋已經絕對係一個媒體啦。當然。OK。咁佢認為呢一個媒體嘅形式去同埋呢啲係堅嘢啊嘛，即係堅嘢，但係做得個樣唔夠咩？我真係唔明白即係 PPRB， 我哋咁多網媒，都係全部脱網媒俾人拉曬。喂，依家網絡時代，你網媒真係你唔係淨係出一份報紙、電台、電視台先係叫佢傳媒啊嘛。四口話齋，唔係香港，係全世界都有咁嘅情形，就係個法律追唔上科技。而美國已經立咗一條法噶啦。但係美國，屌你美國立咗，你香港等你等香港嗰個法律改革委員會去立，3年都未得啦。而外國咧，即使未立法都好，已經係將傳媒立成，即係將網媒立為係傳媒噶啦。同埋經過2016年旺角嗰單啊，其實已經係承認咗啲網媒就係傳媒。係啊，我真係明白點解星期六仲要拉咁多嗰啲網媒記者。唔係你最好笑喎，有啲只要出過咗一張紙，曾經或者係某一啲嘢嘅會員，就算你而家有冇刊物，佢又唔理喎。你唔通你話立場新聞唔係新聞，你點解佢拉埋佢咧？咪咯，唔通你話眾新聞唔係？雖然立場新聞佢冇正式出一個脱報紙，佢依家係嘛？咁啊，香港眾新聞啲會唔係新聞啫？香港01算唔算係啊？咁樣？2001而家冇出噶咯，嗰只報紙。曾經佢出過咯。佢曾經出過啦。係咯。咁又算唔算係咧？咪就係一黐撚線。但係我哋就咁講啊，我哋一係就唔做，還點都係做啦，就唔好點當。我希望呢份嘢係每個月係我哋同啲網友一個交流啦。係。咁除咗係我哋嘅會員之外咧，會員用優惠價訂購咧。咁我哋希望一係一本嘅，我而家仲未決定係一本定一張啦。OK。咁我咧其實入邊內容我都諗過好多啦，除咗我哋會有嘅即係第三頁女郎之類啦，或者咩城市驚鴻一瞥嗰啲咁，就諗住做幾多頁先？唔係，我哋先講啲我哋想做嘅題材先。OK。精強。骨精強啲好喎。除咗頭先我哋《三國歌陳歡記》啦。嗱，城市一瞥。係。係嘛？星期三女，星期第三頁女郎。係。可以啦。係啊。咁啊，嗱，時評我一定會寫一篇嘅，一篇啫。跟住你都會一篇啦，起碼或者你將以前啲書嗰啲留啦，散文啦。係。跟住阿四口啊，包括詩詞歌賦啦。咁我哋有好多廣告啦。係，跟住我哋有阿功夫佬有提詩退作隊啊嘛。咁我就可以做埋我，因為我以前做過啲咩校刊啊、校報編輯嘅，我可以做埋捉棋嗰啲咁樣啦。嗯。屌你咩將相二啲乜嘅嗰啲咁樣咧。係。棋盤啦。話殘局啦，或者做出嗰啲咩數獨啊，即係玩嗰啲數字遊戲咧，填表嗰啲數獨咧，一二三四七八九嗰啲啊。仲有六合彩，六合彩咧推拆呢期六合彩，唔係開嘅，一定係1至49個，其中入邊6個 number。睇張圖啊，加埋特別號碼有7個。阿白小姐六合彩嗰啲睇張圖啊，各位心水清嘅讀者，如果見到即係我又講過好多次啦，見到有圖右上面有兩隻兔角有224。深水清的讀者即刻可以估到24，兔下面
一隻兔有四隻腳，另外一隻兔得兩隻腳，另外兩隻腳就顯而睇唔到喺陰影底下。深水清嘅亦都可以估到埋四廿二，喂，你咁樣就一定係中曬嘅喎，又唔該佢講嘅喎，咁 anyway 啦，咁我諗要出一份咁嘅嘢咧，就即係都係唔會太多頁數啦，因為太多頁數嘅話咧，我哋就好容易係即係做唔到節目，就係一日一個禮拜七日，好似報社咁樣翻嚟砌一份月刊啊，咁啊，係啊 ，OK， 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不是為了點檔，我都希望跟大家有些交流，應該是會用好像讀者文集的訂閱形式或寄給你們，但郵費看一張還是一本，也都可能現在郵費都五六元四五元，如果有一點重量，是啊，那你就變成又是很難想的，但所以都是都是東西都是不容易的。那跟著就有一組有51個人，就是被差佬就是說他們是假醫護，是假媒體，是沒錯，捉緊了，將會呢綁手跪地，將會控告他們涉嫌暴動罪，OK， 咁當中包括《啤梨日報》的林康正，同埋其中一個記者《啤梨晚報》，係佢未開日報，係《啤梨晚報》嘅林康正同埋阿賢仔，一個記者。哦，两个都告暴动罪咩？未知，哦，未知。咁啊，依个佢嗰啲司法程序咧，我唔批评住，费事影响到林康正个别事件。咁个别系啦，系咁啊。但系林康正头先 WhatsApp 我咧，就系话佢会要报道嘅，系、okay, 已经系签咗保释啦，要保释啊。保释外出。咁啊，林康正亦都语重心长 WhatsApp 我就同我讲噶，其实我哋网媒咧已经俾佢哋监察到，咁同埋佢哋会针对我哋。